说到这主题，其实可能很多人一直来都很犹豫。那我们就直接来谈论主题。第一个是我们节食的减肥，因为是处于饥饿状态，人就去调动我们储存的这个脂肪跟蛋白质，那时间久就会变小。那第二个是我们的甜食会吃太多，那容易影响到荷尔蒙的分泌，那进而造成我们胸部的组织萎缩。那第三个呢，是我们的水喝不够，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淋巴流通，那也会影响到我们血液的循环，那阻碍我们胸部的营养的吸收。那第四个呢，是我们的喝酒量太多，那酒精其实会改变我们雌激素的促进，那也会影响到我们乳腺的健康。那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，就是抽烟，因为它是会损害我们的这个肌肤的弹性，那会有也会影响到我们胶原蛋白的生成，那这个肌肤弹性就让我们胸部下垂，那大家真的要留意哦。想知道如何健康的改善自己的体态，成为众人羡慕的好看整形？我只有一份清单，累积了我对健康减重的经验，告诉你健康对身体的重要性。健康减重有不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你就会看到一个链接，点击链接之后就可以领取。如果你不知道，就直接私讯我，我会把链接给你，我们一起朝向让我们健康的未来。